got me going on every single beat. It's my heart so deep. Wanna wrap my arms around you, cause you sweep me off my feet. Girl, you know that there ain't nobody moving like you. You know you got me. I love the things you do. Maybe I'm getting into trouble, but I just wanna be your lover. Cause you're making me feel.这是 Shake Shack 的新产品，炸鸡。我们拿的是那个蜂蜜芥末酱。Oops， 其实，我就知道，我看你就知道会掉。喝了，喝了，喝了。你好像鸡胸肉炸，不好。不会啊。会踩吗？不会踩。我试试看。我跟一般的炸鸡比起来，他们口感比较扎实。你有吃过 Shake Shack 的炸鸡吗？没有。它是蜂蜜芥末酱，我觉得还好哎。你要蘸吗？我帮你拿、啊，这个是给你的。啊，你去吃了。还不错。还不错。我也觉得还不错。这是我们把它组装起来的。可是我们发觉得那送货应该被包，因为那个哑铃那些都杠片都超重的。我们今天做搬动了很多东西，有没有觉得比较变得很温馨的感觉？场地变比较拥挤。你去那边做，你会觉得很温馨。已经算最近比较高的一次了。今天雪是雪花、欸，你用手摸摸看，但是那就跟那个耶诞节那个，你把它放在手上你就看得到。真的，真的不够厚，不够厚，对不对？你摔下去真的很痛，看一摸就到地板了。不过这个雪很黏，很黏，对啊。就可以当那个，可以躺在地上做那个 snow angel。我怕你没有带钥匙。我有，没有。我有。欧北丢雪第三集。Let's do it。哦，好大、哦。欧北丢雪第三集来了。对。好，走过去吧。最后一颗，我要跳大的。第一个。好。我一个人站。走啊！为什么？为什么呢？欸、我掉了手下。你帽子戴一下。这是俗称的板砖。一个打，来。好了，走了。这样丢不完。美国扎到我脸上。你帽子戴一下，帽子戴一下，要不然头上等下会有血血，一直都是血。哇，那个超大块的。打板砖砸人，大概就这么大一块板砖。就这样子。接着，哦，比较好。来了。爸爸走超远了，你们这、哦、这个弄完就差不多了吧？我抱歉给了他们家。最好啦，你先丢掉啦。你们是送货的，是不是？啊、送货的。是吧？我这个重量，送货的。你不觉得累吗？你扛这个不会累吗？你就把它丢掉算了。跟你的。你拿去他们家之后，你还是会把它丢掉，而且你要自己把它铲掉。哎、欸，这片好白哦。很漂亮的，对这片。你不要把它破坏，它原本很漂亮的。哎呦，好难走这里。不过今天的雪很绵哎，蛮舒服的，踩起来蛮舒服的。OK。你那只狼来了，你的狼。拿不动了哈。拿不动了。可以啊。快到了。嗯，对。公园变得好漂亮。哎、欸，你那一颗怎么不见了？你那一颗呢？
哦，他放在那里哦，放在他们家门口。不开不出去啊，所以才需要铲雪。等一下看，我先问他们，等一下怎么铲。是不是邻居的不用铲，还是整条都要铲？你是来干嘛的？来砸雪的。你衣服已经湿了。你这件是不防水的，你忘了？对啊，没擦。你应该穿滑雪那一件的。不是你的留下来的笔记，你衣服这边都湿掉。他们应该还有铲子的，你可以不用用手。讲出苦了是不是？卡住了。好，结果。哎呦！你会累吗？要换我铲吗？宇哥，你会累吗？还好。那你等下累了跟我讲一下。车底弄得到吗？我不知道。他们已经快弄完了吧？哎、欸，好啊，我们有两只大的。哎呦，谢谢。一只给我好了。没关系，我也会帮。你要用是不是？好啊。你也来帮忙吗 ，Garrison？ 谢谢你。闭上。你会不会累？要不然我换我用。叫一叫，要叫一叫你怎么撒盐巴去？撒盐呢？等一下，我先把它敲一敲。隔壁现在到底有没有住人啊？这边没有。我没有。哎，你丢我。是我，我等一下就会铲这里。Gary 谁在帮忙用的？这应该专业的来讲，这应该算他们第一次铲雪。是吗？对。对，你要不要刷子？哦，好大块哦！你也在帮忙吗？你在做什么？等一下，这个是他做掉的，是吗？等一下，这个是他做自己掉的。哦，原来是这样子、哦。那你可以把上面的弄下来吗？弄不到，我来用好了，我帮你用下来，我来用。喂，他们在干嘛 ？Uncle Tony 在干嘛？好的 ，Jason， 这边，上去，耶！哇，你做得很好。应该是换我用好，你会不会累 ？Gary 在这里。他有一个视讯这样。对。你还好是？你有点热，对不对？
我还用，你换我用好了。好，快休息，不然会脱水。对，你换我用。喊了一下，我也蛮喘的，好累哦。这个是很好的运动，这是很大的运动。哎呦，谢谢你们。没有，我们家都是男丁，所以全部都在出来做就好了，适合做苦工。我跟 Kerry 讲，今天可以不要去吗？你们要去哪里？去带他去打 T ball， 去打棒球。我很久没有棒球，今天第一天，哦，就遇到下雪天。对。我说这个怎么这么太幸运了？对吧？难得有这个天气可以打棒球。是啊，他那个是在室内的。哦，那不错啊，那没关系了。小心！突然掉下来了。对，你要小心，你后面上面的树叶。我等下可能就会被盖住。对。你要帮忙了吗？没有，我很渴。你很渴哦。等一下喝水。你来我这里。车子要来了，车要来了。哦，真的很多哎！我会想到那么多钱，一路一路铲过来。老板，我可以拿一瓶结冰水吗？结冰水哦，有哎，这里有。帮我给我一瓶吧。好，50块，美金。五十块美金。冰哎，是冰的吗？这边有冰啊，怎么？哦，下面是冰的。没有啊，铲雪好玩吗？不好玩啊，铲雪超累的。我以前很喜欢下雪，可是开始铲雪之后，我就有一点不喜欢下雪。对，太累了。什么下雪很美妙，都是电影里面演的，现实生活中哦，好笑。没有，又看得很美，但是其他东西都不方便。这个就像是那种水泥工啊，铲那些土。你怎么把雪都弄下来了？不可以，我们才弄完呢。是冰的啊。是吗？对啊。我摸起来温温的，你怎么喝那么快？全部都喝掉了，还是要爆掉？嗯，爆掉了。嗯，你干嘛喷水啊？你是怎样？哥哥吐水，好脏哦。这个是 Snow Angel， 这是一个雪天使。Snow My Ass， 他很像一个疯子。他在干嘛 ？Snow Snow 住。加水，不要再丢东西，我怕坏掉。你发疯完了没？好啦，我们等一下进去，我去拿东西给 uncle。这个，你在干嘛啦？你把这个温热。起来，你太热了。Snow Angel， 别鸟你啊，走了。结冰水阵，拍一个新的地方。这个不够重，可能是。家家户户铲雪。等一下再撒，先放旁边。这个盖子上的雪。Now I really want some more.
要帮我吸一下那血。有。对，他们今天舞会你有去吗？我没有去，不过他有拍影片给我看。Adam, the camera, 好不好玩啊？还好。Adam 觉得好玩吗？他觉得还好。